这表示他自由了，他自由了，对对对。他今天没有去，今天是毕业典礼。是我没有，这表示他自由了，他自由了，对对对。他这要不要去，他的自由，这表示他自由了。那说话住址吗？未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跟他拜访以前一样，他希望可以共同经营这个选区。对，你会去找他吗？你会去拜访他吗？有透过助理去联系啊，也有自己打电话给他。那我想可能再沉淀一下，过年后吧，才有比较有机会再碰上。林焕他比较不像国民党的传统的政治人物，用这个造谣抹黑的方式来打选战，他跟韩国瑜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对他并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想法。那吃鸡排没有，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，老是会比较想请韩国瑜吃汕头火锅啦，在他成为高雄市民之后。今天对韩林焕蛮特别的感觉，没有什么的。没有，其实你去看我从以前到现在在讲这个我的对手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啊。只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听我跟他们正面冲突的话，可是事实上从选前到现在我也没有说他这个人怎么样，比较多的是他的身边的人哦，或者是他的这个所属政党以及总统候选人。那我认为林焕先生也是非常辛苦，这是事实。